我是鄭文堂，然后我来自宜兰的东北部，台湾的东北部宜兰，然后我是文化大学影剧系毕业，一直长期生活在台北30几年，但是我对台北没有什么特殊的情感，我的心还在宜兰，这是我的想法，谢谢。那我的电影很明显，我是站在底层社会这边，就是被统治者这边，以及没有权力的人这边，没有钱的人这边，这样。那我要说的只是说，没有权力的人其实只有一个力量，就是要团结嘛，就这么恒常的道理。那我的电影就是在描述有没有机会，大家比较团结，然后共同往比较公平的路上走，这样子。只是我只是在做这样的事，电影也是在做这样的事。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去看待这个社会，然后去治理自己的地方，然后取得平衡。那个平衡可能靠街头运动的力量，可能靠大家联署，可能靠投票选举。电影里面有很多劳动阶层，那些主要是来自我生活的经验。我从小生活在类似老郭住的旅社那个环境里，大概啦。我说我家是个完整的家啦。我妈带我5个小孩，然后爸不太顾家，所以他我说完整家是一个像个家的样子。对对。然后很小，可是我妈那个生命力很强，所以我连小时候就印象中我家一直有人住在我家。不知道怎么办到的，我现在回家看都觉得哇，这么小怎么可能租成这样子？所以常常会有劳动者，就是钢囊，然后在那边怕钢的钢囊，然后住在我家，然后酒家里，就我们家附近是风化场所，然后偶尔会有警察来我家住。劳动者回到我家，就是住在他的房间里会赌博。就玩那个四色牌，对对，所以我印象很深，就是我常常在帮他们买饮料啊，买罐头，买花生米啊，因为赌博的时候需要吃东西，对对，没错。所以窝在一个小房间，就一群人窝在那小房间赌，啊，讲一些三教九流会讲话，所以我小时候是在那样的环境下长大，从小就有这个观察的状态跟参与，所以我的电影里面会有那么多劳动阶层的。其实长期来都是啊，原因在这里，因为我真的是熟悉这些领域，熟悉这种文化味道。阅读是穷人最便宜的娱乐，最花得起的娱乐了。你阅读甚至根本不要钱，你不一定要去买书嘛，你可以在图书馆或者学校或者哪里，同学拿来拿去书。所以阅读是我一个是我的宝藏啊，应该这样讲。所以开始编剧，编剧之后我比较多都是在编，就是文字上做思考，这样子。所以我写一个人物，会从用文字去描述这个人的心理，他的行为，他会不一定写在剧本里哦。一开始在写人物的时候，譬如我写老郭这个人，我就写很多关于他会做哪些事情，他会住在老旅社，他会跟一只老狗，他喜欢散步，因为他没地方可去。然后他办案的时候有一些那个美感很让人家不舒服，这样他会讲很尖酸刻薄的话。我拍电影有点像拍纪录片，可能是因为我之前拍很多纪录片的关系，所以我大致是从纪录片的思考去走，所以我的电影比较真实的原因在这里，就是我其实是个非常写实派的人。过去拍纪录片，我所看到的场面就是这样。看到一个父亲，一个儿子。父亲是劳工运动的领袖，儿子正在成长。看他的父亲，就是从来都不顾他，就从来是不顾家庭的父亲。可是父亲在外面是英雄。好，类似这样故事很多。其实这部电影所描述的还是一个自省的、自己反省的角度比较多了哈。我觉得这个很重要，但也许我不知道。那个是藏在细腻处中嘛，因为我不会把它放出来。
我那个自省的角度是这样，就是说我很明显很也很愿意表白，我是一个闽南人，就是讲闽南话的家庭，我爸爸我妈妈都是很典型的闽南人。这部电影很重要，其实我在传达这样没有那么明显，但是我其实有这个话要说。我在处理的是闽南人的自省，我觉得自省很重要。我今天如果在政治上要去解构或者要去批判某些东西，我会批判台湾的本土运动里面的闽南人，我的角色，我会觉得这个很重要，要大家避免掉这种都把所有的罪恶去怪在另外一个族群身上。对，这是我很想讲话。